带你吃了，这兄弟们又开始烤牛排了，张富牛排来一个。其实兄弟们，很多朋友说你咋就是做熟了烤，其实咱们这个牛排啊，肉这么厚，哎，你要烤外面就糊了，里面就不跟你说了，所以就煮熟的，吃完剩下的烤着吃去了。这烤好了，倒点蘸料，还吃。带你吃了。太爽了。今天晚上的话就是